唐朝皇帝导演帽的时候都很强。文学气质，文人气质打棒球，有够冲突的。来，他妈还可以哦，可是我没看过他抽烟。我从国中都认识他，到现在他都没抽烟呢。国中都认识他了。他还没全力搓，我想真的。这边的距离限制了他的力气，你没发现吗？